抖音上所有夫妻档的男博主们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们能不能不要那么怂，不要那么窝囊？你们看看我们现在创作的内容，给下一代都留下了什么印象？我们是大老爷们，我们是男子汉，我们是保家卫国，志在四方，而不是像一个娘们一样洗碗拖地涮尿布，买画买报买奶茶买卫生巾，只要有一样做不好，那就得跪键盘、跪方便面、跪遥控器，成何体统？我就搞不懂了，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人生观、价值观呢？啊，很多妻管严同志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说这叫幸福，狗屁！你把我们男人的霸气、阳刚放哪里了？男人志在四方，保家卫国，而不是天天在家伺候着老娘们。今天我把这话放在这块啊，我第一个站起来反抗，给全网的男同胞们打个样，你们有样学样，看看我是怎么支棱起来的，看看我这个男人是怎么从底层一步步的爬到家庭地位的首位，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看，男人他是人，不是女人的奴仆。走，你们等会看我说话的语气，还有我的情绪变化啊，咱们这个度一定要拿捏的好。好，走。你一天早上抱着这个猫椅指什么的呢？咱能不能有点正事？你能不能起来给我做顿饭？吃不了，吃不了，吃不了，什么是正事？一天到晚吃垃圾，什么是正事？你告诉我，什么是正事？啊，啥是正事？这是查他还是查他啊？你想查哪查哪？我查错喽。查错找打，查错了啊？是哪一个洞查哪一个？你自己想。查。谁查谁？插你这个钳子走这个洞里插过去。哦，走这洞里，这猫不来了。插哪插哪插哪啊？插一根线，插一根线。什么插一根线？不就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走哪走哪啊？我敢挑手你怎么不看呢？我敢挑手我也不看。拔出来，你看顾着线弄死松了，看到没？这个洞这个洞啊，走呢。走那边，走那边，走那边，啊，走那边。哎，对，啊，这样是对的。然后花下来是吧？花什么花？啊，再给我插进去。你还怪聪明哈。然后呢？钳子放错了，上下倒错了。然后绕线，然后再从那里一个线挑出来。你看那个线拽着啊？怎么能不能给这个线拽着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这吗？不知道。然后呢？然后给我挑出来。你给线拽着，我挑钳。还我给线拽着？啊？怎的？你忙不过来了？然后挑出来呗。挑出来了，这不是吗？挑出来呢。然后跟这个人花了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不就清了吗？还有啥？啊，一颗一颗往上挡了啊？接着指，就这样不停的去插绕挑，懂了吧？哟，画一个喽。画一个，画一个还撑不？这猫不冷冷，差这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呢？看不见呐？啊，站那眼个摸呢？那么大洞看不见呐？往哪绕？往哪绕？什么哟？啊、绕哦！上下上下上下。又忘了。钳子在下，对，钳子在下。嗯。再讲一遍，钳子在下，然后绕线条。绕哪个？怎么是绕哪绕啊？绕绕鸡梗头上啊，从下往上绕。好，有有，滚下去弄饭，滚下去弄饭。好，问你话，我不会呀、啊。哪个轻松？自己挑一个干。有些人没有错，终究注定要错过。